选股比赛五连霸，冠军分析师带您分析盘势，掌握大盘脉动，你就是赢家。许晶晶，许丰禄，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20，股市封神榜带你解密台股。观众朋友们，欢迎下午的3:21收看《就是要赚钱股市封神榜》，我是晶晶。赶快欢迎到我们的冠军五连霸分析师永诚国际投顾副总许丰禄分析师，欢迎您。晶晶，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午安。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台股大盘的表现，今天呢，开高哦，不过后面呢，有点走低的状况了，因为呢，这个盘中货柜三雄在领跌的状况之下，指数就翻黑了，中场是下跌，小跌啦，跌了26点，收在15069。还是15000出头这样的情况，成交量呢依旧维持在1700多，今天是1782这样的一个量能。而今天三大法人的买卖超的部分呢，合计是卖超了101亿，外资又卖超了105亿，投信买超21亿，而自营商的部分是卖超16亿。好，我们现在很期待今天礼拜三了哦，今天礼拜三接下来就要赶快期待老师说的接下来的好股票在哪里，赶快请教峰老师。好股票都在黑板上，黑板上很多很多啦，好，很多好股票。但是分析是好股票也要有好股价。什么叫好股价？你买的位置低叫好股价，你买在起涨点叫好股价。你不要买在它爆大量，然后收长红的时候，你说你看我今天资源市场都在追逐，我跟着他们一起去追逐。哎呦，这样很容易会怎样？很容易会留在山顶上。大家在爬山，是爬到山顶的时候，大家都下山了，你还留在山顶上，有没有？是一样的股票，我常讲哦，峰禄老师在操作，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要进，什么时候要出，我们大家一起出发，但你总要知道什么时候要下车。最近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股票，只要一爆量就怎么样？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回档。我笑称哦，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才有的艺人，叫做木村什么豆桃哉，有没有？那个亚洲第一帅哥那时候，对不对？20年前，对不对？现在也还不错。现在还是帅啦，但毕竟有年纪，要让有年轻人啊。这时候要靠演技，就不能靠长相，对不对？是。那这个就是我最近在讲，行情啊，量太小，量很小，为什么小？我们要先知道为什么量那么小啊？是不是这礼拜美国有一个叫杰克森后的这一个全球央行的会议？对不对？那谁要在里面当老大？美国的费德主席嘛，他要出来讲讲话，大家都很担心他会很鹰派。那我也跟大家讲，他会不会很鹰？我认为会，有可能会，我认为会。如果不会，现在股票不会一直这样子怎么样拉回休息整理。那台北股市也被影响啊，所以最近你看资金是不是都回到我一直在讲的这些主流身上？机概股，上礼拜谁全市场第一个告诉你机概股的？郭老师啊，是我嘛，对吧？好。车用的，我们从7月就一直在跟你继续讲，对不对？7月29，好，那其实今天啊，网通也有人在反弹，工业电脑也有人在反弹，但我是之前就跟大家讲，现在你又要开始精简股票，因为量更少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更精简股票，我们集中在哪里？工业电脑身啊，没有车用电子身上啊，因为车用这个东西是我们全什么？全市场都要去追求的嘛，长期的趋势，长期啊，这个用趋势保护你嘛，对，对不对？很多股票你真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今天有没有药圣又攻到涨停板？嘿，真的，哇，这真的是厉害了哦。那刚刚我在听晶晶讲一段话的时候，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晶晶说，今天啊，指数为什么翻黑？被货柜三雄拖累。对，今天万海破底。对，可是老师其实之前就提醒过大家，那个时候的涨啊，其实是一个反弹而已，好机会哦，要走。老师有提醒过哦。那没关系啦，永远都有可以补救的时候。对了，永远都会补救啦，你只要不要用融资，对，你不要借钱，这两点哦，是我在讲投资要用长期的钱，好不好？那我想，其实我们在这一波的行情里面带着大家。低档提前布局卡位，高档会带着我们会员投资朋友一起什么？一起下车。好，我不追求什么买最低卖最高哦，那真的是神在做的嘛。峰老师现在是胖了点哦，从过去的8点档男主角变成8点档演那个土地公那个胖胖的哦，还是神啊，还是神。但是我们不是真的神哦，我们只是希望可以带着我们的会员朋友安安稳稳的赚钱。好，那你想这一波
哎、欸嗯，老师，你这只猫吼真的很懒，都不站起来。休息。我昨天说它可能吼今天会起来抖一下，对不对？嗯、那今天是有抖一下，因为台指期周选择决算嘛，嗯、那外资期货多单这么多啊，当然要抖一下，但也就抖那一下，开盘抖了一下，没办法，美国股市是不是还没止稳、嗯，还在跌啊？因为利空还没有实现。好，利空没实现，什么时候会实现？明天晚上开会嘛，明天晚上会开嘛，8月25日。好，但明天晚上要开会，那昨天的量是1700，对，今天是接近1800，所以啊，有没有人在布局卡位一些股票？有吗？有哦，有啊，哦，你看，我先提前预告，这个是8月17日跟你讲，哦，台股我要休息一下，指数没有休息。我其实休息的有点过头了，天天睡懒觉，对不对？礼拜一跌到礼拜三，这让人家心情怎么会好？对不对、嗯好？那很多股票呢，你有没有机会？有，但就如果你用追的，你就容易套。嗯、你如果低档有买，拉上来，你就会怎么样？你就可以去赚、嗯。所以你永远要记得我跟你讲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重点：买股票一定是分批布局，提前卡位，嗯、买题材、买未来、买趋势，但你永远不要去追逐人家最热门的标的。热门的如果一旦冷却了，它就会回到原点。好，你现在去听我讲的货柜三雄，在这之前我们有没有操作过？晶晶，我们是在2020年的11月是就告诉大家万海长荣是领先指标、嗯、对，那时候讲万海大家还觉得哦，万海怎么没有人讲过万海，我们就先讲。对呀、啊，那时候多少40多30多，30多，对。阳那个长荣20多，对。那我还买过15块的阳明，还跌到14块，13块7，我还记得。是。哇，现在一看，连他配的股息都比他多了，对。所以为什么人家是买零成本啊？你这买在天顶上、嗯，好。但是你要去记得哦，我们还买过什么？晶晶，我们买过口罩、欸，哎。对呀、啊，恒大，恒大呢、嗯，80几块再买，你还当我们是傻瓜？结果它涨到200块。对，那、啊、你回过头来看，现在恒大有没有50块？嗯，也没有了呢。对，还记不记得儒家手段的南帝？对，那时候也是。啊，有没有回来？回来。他们会这么强的原因，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嗯，那货柜会这么强的原因，是不是也是疫情的关系？好了，我言归于此了。很多人在货柜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个迷思跟想法跟期待，但我欢迎你们可以直接来找冯武老师，因为在去年的7月我就已经建议你们下船了。嗯，那一次就下第一次。今年的5月，我再告诉你们下船第二次。是。5月我们的口号是不是下船上车？嗯。车有没有让你风驰电掣？有啊，玉龙。玉龙。我最开心的是，我们听到很多投资朋友在玉龙赚到钱。嗯，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冯老师是《今日报》台股擂台5连霸冠军，请大家一定要认明这个 FSB688 的 Light 的一个官方网站。因为近期啊，冯老师连周边的很多朋友，都接到冯老师的通知，说，哎，你最近股票操作的怎么样？我朋友就说你3班，我是像，然后人家就会继续哦。那个机器人就继续发语音哦，然后就继续打字哦。其实那都机器人呢，他一连串的一字做呢，所以大家要小心，好不好？好，那加入我们的这个Line 的 FSB688，当然会有里面的好友限定的惊喜，然后标股研究报告、盘前的操作提醒、助理最及时的一个解答，还有就最新优惠啊。那如果说你投资朋友对我们这个网站有任何疑虑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公司的一个电话。好，这个电话就一定是什么？好，一定是直达我们公司的哦，这个永诚国际投顾哦，来02-2541-5555，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帮我跟晶晶做这个什么扫描 QR code 推广我们的一个九四要赚钱股市封神榜，让更多人看到我跟晶晶主持的节目啊，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节目来帮助更多人在股市里面获利，因为我真的觉得很简单哦，股票市场有时候心念一转啊，你就有机会在这里面获利了。哦，那你过去没有成功的，那我欢迎你加入我们。你过去已经很成功的，我欢迎你跟我们一起继续前进，好不好？我最开心的事情是看到大家赚钱，因为大家是在哪里赚钱？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那边的钱啊无穷无尽。希望大家好好的去什么，拿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哦，来，
这个是这几天啊很大的问题哦。这个杰森后的这一个年会啊，美国的费的主席鲍尔还会持续放大这个音量。为什么？为什么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对，一直在讲。就算你公布的七月的这个CPI 已经降到 8.5， 但 8.5 还是很高啊，而且很多的商品它有坚固性，价格坚固性，东西还是这么贵。美国穷的人很多，那个贫穷线也是真的是以下很多人哦，所以他现在马上要集中选举，他一定要把物价想尽办法，就算打不下来，也要让你涨不上去。所以通膨是必要是什么？必要去控制的哈。所以升息，我认为啊，升息三码的几率还是非常高哈。那美元指数，请大家注意哦，哇，这昨天真的不夸张哎，已经最高来到109，这是20年新高。嗯，晶晶，我觉得我们这几年真的一直在见证历史哎。对，你看上一次这种世纪流行的一个病是什么时候？其实不是2003年的 SARS 呢。其实应该是1916年那个时候的西班牙大流感呢。啊，是。100年前呢。嗯哼。啊，咱遇到了呢。100年后哈，我们遇到了哈。所以是此生没白活了。没白活啦。那很多人看到台股12682已经看了30年了。嗯。我们今年去年不就给它突破了？是。对不对？嗯。就给它突破了嘛。哦，那美元指数一股不小心20年新高也来了。不过它通膨也是40年新高啦，很多事情都有看到哈。来，没关系，见证历史。那但我们不要这么快成为历史，好不好？我们继续跟着它一起前进。来，啊，没有景气萎缩，衰退一律升高。告诉各位，你每天看我盘前的分析里面有没有讲一段话？我的最尾巴一定会有一段话告诉你：经济基本面变差，但是筹码变好。好，你要去找题材、技术面都好的。去做布局卡位，你就会赚得到钱。请记得，这么大的一个股市，永远都有人在赚钱。不管现在行情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依然有人可以在里面赚钱。我希望你是那一位。如果你没有，我欢迎你站在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起走。峰老师不算是巨人，只是个小胖胖哈，但我可以带着你们一起前进。好，来 ，Fed 是大幅升息啊，这个小摩说9月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也认同。所以这一次啊，升息完之后，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空间。我也跟大家来提到说，包括了这个通膨的问题，包括了这个升息的一个状况，还有就是紧缩的这个 QE。其实啊，9月份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利空了，紧缩的这个库存的打消啊，大概都在进行中啦。好，新的产品还是要不断的推出，所以我认为啊，如果说你七月下旬到八月中这一段反弹行情，你没有赚到大钱，那你接下来一定要好好注意，我又要准备带给大家的新的专案，明天专案内容就会开始上线，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好？因为啊，九月会是我们一个。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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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布局机会。哦，听得懂我就听得懂了，好不好？来，挪威的石油基金上半年也亏钱嘛，所以不要觉得说这是你一个人没做好，哦，其实是怎么样，全球都没有做得很好啦。哦，但我们会尽量来带着大家在下半年扳回来。哦，沙国的主角基金开始狂扫，这个真的很有钱。我们不得不说哈，沙特阿拉伯不愧是全球里面最有钱的一个。地区哦，因为他们只要挖石油哦，1块钱也有成本的，也有2块钱成本的，也有3块钱成本的也有。其实沙特阿拉伯整体的挖油的啊，这个成本哦，不会超过10块美金啊。那你看看现在一桶油多少？90多块哎，你说他要不要赚死了？真的很赚啊！所以他不只会赚钱，人家还会什么？还会投资哦。你敢在第二季狂买吗？他这个新闻看到8月17号的新闻看到，他是第二季扫完之后，人家公布人家季报才让你知道的嘛，对不对？第二季是美股最差，是，好，你只要有钱，做到对的事情，长期去做，就像我讲的，你要把复杂的操作简单化，简单的获利重复化，它其实很简单，我就买低卖高，买蓝筹就会赚钱了，
但它的绝对金额很大，那必须要讲，好不好？但我们呢、啊，没有那么大金额的话，我们怎么操作？挑选好的时机，对的时间去做布局，挑选好的股票，对的产业，然后去做一个买进，然后等它有获利调节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样，要懂得及时进出了、啊。好、哦，巴菲特今年狂撒600亿啊，人家也是今年赶快继续布局，因为明年美国的景气其实会比今年更好一点哦。嗯、道琼指数昨天很可惜哦，月线没守住，但缺口补了之后，这一条线，这个原先的支撑区啊，还没有有效被跌破。哦，今天应该还是怎么样，狭幅整理为主，不要出现长黑啊。控盘者自己应该要知道了。哦，那纳斯达克昨天有尝试反攻，对不对？没有，但是这一条线啊，这个高点，这个颈线位置啊，它基本上还是守住的。好、哦，这个颈线位置还是守住的哈、哦。来，费半啊，季线有守住，昨天有反弹，对不对？好、哦，我想台积电昨天贡献不少，啊、哦，贡献不少。昨天台积电是涨的哈、哦，很难得，在这里面啊打底。好、哦，那这里只要不要跌破季线，台股不会有大危险。好，那七月生产啊，其实还创同期高，也不错。好、哦，那。我们再看外资最近的动作，已经卖超超过1兆了。我们本来认为他今天不会卖超，对，或是小卖超，想不到他还卖了105亿。是，关键是因为昨天晚上的美元指数就创新高嘛，台币继续在贬嘛，那很妙哦，比较少看到央行这次让台币这样放手，但这样子对很多的外销企业有没有好处？其实有。因为上半年我一看半年报，好多人都有什么汇兑收益，你现在的外销订单有开始比较降温了，对不对？啊，当台币再贬一点的时候，你又有什么竞争力了？因为其实啊，这段时间我们的货币在亚洲算是超级强。你要看看日币，你真的会看到不要太早买。我记得我年初我跟大家讲说不要太早买，对不对？除非你是要出去玩，你不要太早买哦，不然你到现在你会哭哭哦，有没有？因为日币真的贬到这个是近20年来的新低了哦，那台币也这边做了一点贬，应该是要怎么样？要让这些出口厂商有更多的订单了、哦，但是它如果贬，外资就会卖超了，这是两面刃，好不好？来看台，这个指数啊，季线向下的季线能够黏住就很好，当时候在17号我就告诉你，能够突破。你不要想着它继续往上攻，左边都是套牢区啦，下降的季线只要黏住就好。但今天啊，这个连月线都微微的跌破了哈，这个就要怎么样？要小心。这个缺口补了之后，就在这里整理就好。万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关卡。再次重申哦，所以这边呢、啊，我们布局还是属于什么？布局超级绩优股，布局它还没有反映它基本价值的，那未来还有长线成长的，然后。不要涨太多的，但是也不能是在完全底部的。为什么？完全底部代表说它这一波就根本就没有人看，然后也没有资金进来，然后它一定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才会都不涨，这样理解吗？好，那指数啊，应该明天还是缩量整理为主，明天还是缩量整理为主，礼拜五就要见真章了，好不好？好，所以好好把握明后天，来。台积电通知 HPC 大单，这个利多也不会涨，因为市场现在对半导体是比较不乐见，然后不是那么的一个看好啊。加速转进3奈米的苹果也一样哦。英特尔新处理器台积电报大单也一样。啊、你看到台积电今天有没有涨？好像也涨不太动嘛，对不对？继续整理啦。比较强的是谁？机盖股，这是不是上个星期限时索取的机盖股？有特用化学，有没有？今天还有人股票大涨？有。有没有耗材？有。设备、再生晶圆、IP， 来，请开看这一张哦。今天最强的哦，峰老师好几个朋友看到我就说，你的上品真的好强好强哦，上品。啊，今天嘉登也曾经一度大涨超过10块，对不对？哦，来，我们来看上品。哦，我们昨天应该有看到这张表格了，吼，对不对？化学特化里面的雪芙蓉。哦，这个铁氟龙了哈，不是雪氟龙哈，铁氟龙，它还打进美国的晶圆厂供应链，这个是长期大成长的公司哦。然后你来看，这是8月17号的收盘价，多少钱？275，是不是上礼拜？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
8月17号275的收盘。等你拿到了我们的资料之后，你看到到昨天到今天，来，今天是礼拜三嘛，晶晶？嗯。好，礼拜四、礼拜五可以拿，对不对？是。好，礼拜四拿到，好，没有关系，在这里准备要攻击。礼拜五拿到没有关系，这里开始准备要强力攻击，1、2、3也够了。哎、欸，这一段已经上来这里了，不错了，是。来，法人的报告啊，好，最近才刚出的，目标区也就是很接近的，好，但是会不会继续涨，要看市场力量。但我希望你们现实拿到布局的点是在这里，好不好？好，那这个已经从275涨到350了。哦，将348.49.5，哦，你不要去做追价了，第二次爆量了，好不好？哦，冯老师都有提醒，所以很多投资朋友为什么长期收看我们节目？因为我就算跟你们讲，我也告诉你们哪一些不要追嘛，对不对？来，今天又是呈现一个大涨，跟指数有没有关系？这就没有关系，基本面够强，筹码够轻，之前没有人炒过。来，金城科技，来8月17号的收盘是141。那前两天创新高到180几，那今天还是强啊，140到170，我想啊，我常讲哦，不求买最低，不求卖最高，就算这一段也还有30块吧，是不是？哦，今天还是强，来机概股是不是主流？上礼拜三之前是不是主流？嗯，不是吧？嗯，不是。上礼拜三之前有谁知道它会涨？我是礼拜三预告，我礼拜四要给你们资料。对，那上礼拜之前有没有人看出它要涨？我看应该是没有，对不对？好，来，再来就是盘面上的一个主流股，你看这个合一，这个是我们去年前年的一个啊，应该是前年的代表作了。前年。那时候第一次布局都才50多块，然后第二次布局70多块，第三次120多块，哇，你看。过去的一个历史最高到460几，那这一段时间呢，它又开始往上攻。但请记得哈，今天在往上走的过程里面，它是利多题材已经是什么出现了嘛，一材嘛，什么时候开始卖？明年，我记得明年开始卖哦。好，那你们看到它爆量之后，就请记得，这里就要开始怎么样，准备逐步获利了，好不好？假设你们有，我只是善意提醒。来，北极星这是我们之前有提过的，哦，第三季会有解盲的题材，今天再创新高，高档爆巨量，啊，自己要留意，不要过度追价了，好不好？哦，这个波非常强。我讲生技的一个部分是要告诉大家，你看这个之前还有跳空下跌，还跌停，生技股你如果要投资，你一定要记得，第一个一定要是闲钱，因为它一整理可能整理半年、一年、3个月、5个月都会，好，第二个它可能一这个震荡就是2个跌停板。所以你要注意哦，那资金为什么往这边走？第一个，成交量小，这些公司它的比较容易控，股本相对小，再来它具备有避险的要求，不管你有没有什么通膨，不管你有没有升息，生病要不要吃药？要，要嘛，这个就是什么生老病死避不开的嘛。哦，那加上说它又有避险的概念，所以一路的涨。同理哦，它是告诉你资金在往这边走，所以很多的一个个股它少了资金就动不了。但我不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往生技这边走，因为我这一段跟大家讲生技的琢磨比较少，因为大多数的投资朋友在这边可能哦印象都不是太好啦，因为个股就是什么敢爱敢恨嘛，对不对？好，那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在做这个大主流是车电。好，来，今天也是非常强，都怎么样把资金吸走了啦。好，那你只能找真的是未来长线景气一定会好的车电股来操作。来，第三季的车电股就是不得不说，对不对？有看到普城没有？有吧？7月29号的，有看到汉联没有？有看到药盛吧？有看到建和新？来，8月15号，我有没有领先报半个月？你就看到标题，迎来千亿商机。这个时候，我们很多股票都已经下车了嘞。来看到普城，8月17号才在告诉你全年营运拼成长，你7月29号就看到普城摆在前面了。来。但我们7月14号就已经布好局了，对不对？30.7块，一路的往上攻，哇！到昨天为止涨42%，药盛，哇，这更厉害了，对不对？这是我们5月30号，请大家看时间，5月30号跟大家讲什么？
下船上车。嗯，我还记得那时候晶晶，嗯，那时候长荣还有150哦。因为刚减资，那时候说要减资题材，还有150哦，155左右那时候。155对，嗯，那你下船多好，来看一下，当时候30块的药圣，来走一波之后拉回休息，再攻一波，请大家注意，它今天是涨停板的，嗯，今天早早锁住涨停哦，45块，来30块到45块，将近50%哎，50%哦，嗯，它有没有量？有8000张也不错啊，也没爆量，会不会继续攻？看来是会继续攻哦，对不对？那我邀请你下船上车，你的长荣现在有没有从150变加50%是75%变220？有没有变200？它减哦，好像今天已经不到100块了呢。对，今天90多了。对，要掌握反弹时候卖出的机会嘛，我也没有跟大家报告。嗯，好了，不要再继续讲货柜了哈。来，今天很快药圣的公道涨停，这是不是我给你的资料？你是不是目睭金金，看你离开？来，昨天在提的这个车电的维生，这个又转强了嘛？其实你把这里画一条线，你就知道为什么它昨天要涨嘛。这里画一条线，这里是什么？颈线嘛。那颈线大盘不好，回撤颈线就转强，就是强嘛。今天继续往上攻，今天又爆量了，哦，那爆量你就懂我的意思了嘛？那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说我们在怎么样有低档的股票，已经到甜甜价的股票？你看这张股票当看几天了？最起码看3天了吧？是猜到了吗？猜到没？对，晶晶说的好，猜到没？就是一粒电嘛，这，嗯，有没有在底部？有没有？嗯，这个 W 底打完的时候，拉突破季线带量来，这很标准哦。突破季线带量回撤到季线，还给你假跌破嘞。今天直接跳空越过季线，又爆量往上走，哦，这是一个攻击量，元宇宙 HUD 的题材嘛，对不对？这是不是我准备的股票？好，那今天又大涨了，你要不要再去追？看你的操作习惯了。我比较喜欢哦，低档提前卡位布局给你看。所以啊，我今天又准备了2档股票，来，这个股票一早八早就已经攻到快要涨停板，对不对？爆了很大的量，我认为它是一个换手量、进货量，还有机会攻啊，但不适合大家去追，哦，不然今天买的可能人家明天想卖。来，我又2档股票哈，我先跟你讲哈，这一档，哦，这个我一样哈，我不要说我布局完了告诉你哈，那这个投入电池原料的生产，哇，现在中国四川。缺水缺电啊，糟了，锂矿开不出来了。是，锂是不是电池最重要的元件？电动车最需要的材料。好，它有这个相关啊原料的一个题材。我不是说它有锂矿哦，不要乱听哦，不要听错哦。来，第一季的一个哦，第二季的获利是创历史新高哦。那股价这是一个底部打完，今天刚刚开始转强。啊，我会找机会。带着大家一起在做布局，我不喜欢追高啦。今天一根长红出去，对不对？我们低档有卡位的，但等一下还在找加满点嘛，我会带着大家做。那另外一档股票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它的一个潜在的爆发力就会很强。我看到它的感觉很像看到30块的谁，药圣，30块的谁，普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啊，它第一，它也是 MH 联盟，这都没有问题嘛，大家都会加入，对不对？第二，它有电动车的驱动马达，而且第二季的财报也很漂亮，而且驱动马达还是跟台达电合作。我只要这个讲出来，大概大家已经知道是什么了啦，嗯，然后它又有什么题材？电动自行车，最近有没有 e-bike 很热门？今天有一档 e-bike 的股票涨停板，叫做什么？爱迪亚，嗯。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讲哦，其实7月份我们有没有跟大家推荐过所谓的巨大？记得吗？哦，我们还有观众朋友跟我们说，我们因为巨大，他其实也赚了不少钱。哦，因为巨大，你看到外资啊给他复评，结果呢反而把他打下来之后，他逢低一步一步的布局完之后，又再创反弹新高，他都有获利。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好，哦，那自行车的部分他也有，最重要他还有航太哦。他还有航太哦，然后他还有台电的合约哦，详细我会一一给大家补充。他的什么题材非常多，重点价格很便宜，
大家都很好布局，现在市场上知道它的没有很多，来股价这一波攻击完之后整理，又准备要再发动攻击，来听我讲哦，大量飞高点会再创高，大量飞高点，但它这两个大量基本上是平行的，也就是说这是两次的一个攻击之后，这里啊一旦突破这一个底部会非常非常的扎实，一旦带量突破之后，它可能会走出一波很强很强的走势，哦。请记得，电动车的马达、自行车的电动自行车的零件、航太的零件，都是现在很多次族群里面非常强势的一个题材。好好把握这些的个股布局机会啊！冯老师操作的原则嘛，复杂的操作我们把它简单化，简单的获利重复化。富贵来人帮，丰盛我来帮。欢迎各位投资朋友，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02-2541-5555，让我们专业团队来协助大家，也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愉快，我们明天见。好，非常谢谢丰老师的解读跟操作顺利，我们明天的下午3:20也请您持续锁定九四家赚钱股市丰盛榜，再会了。